哦，徐志伟哦，高林呢？那是当然哦，一定甲面有够红的，厉害呢，厉害呢！这罐哦，这罐真的就好啉的，我要提走，你们提对了，等下啦，就退来啦，提退我甲就退。为了怎样，志涵你一下。志涵，志涵，你现在做不做的凶手仔？现在做这两百条喂？哎，奇怪呢！啊，我找阿朋友饮酒，你嘛要管啊？你要做宝妈？我无想要做妈宝啦。老三，来了。你们差别啦。像这种哦，会情绪勒索的家长哦，拢想要控制囡仔一世人啦。啊，无管遐囡仔哦，拢无出团啦。徐帅，你是要一世人捡到？你做你家己去啦，莫甲子涵带歹。恁两个人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啊、哦、是，你是臭味人是不是啦？罗子涵家己就讲啦，是伊找我饮酒的呢。你来拢安尼啊？我的囡仔，我的小孩好乖哦，都是你们带坏我的小孩。这也是把你囡仔死不了啦！你甲志涵自头到尾拢是无对半，哪有可能甲伊叠加你兄我弟啊？我看霸面是你伫利用志涵，唔才会害伊，捌着这样子歹习惯。哎呦，受教了呢！你怎么当作你是校长的？你今嘛是立委呢？立委都有爱有立委的班呐、啊！你即马有紧去处理你个啥物奇奇怪怪的选民个劳力劳损个代志，莫来遮管阮即种小市民个麻烦呐！你嘛是安那？你做官用来嚣摆个哦？无唔对，我就是要嚣摆互你看。警察先生，我接到民众个检举，讲在会馆内底怀疑有人使用违法的药品，麻烦你把这负责的带转去法门位。哎。你安尼敢袂想过小题大做啊？是我来找四位领酒的呢，你哪一直找伊麻烦啊？哎呦，志涵，你莫插手，让恁哥弟去处理就好啊。哎，我只是老实讲尔，是安怎袂使插手啊？啊，阮朋友去玩，我替伊讲话，我怎无参照你嘞？这尼无讲道义啦！你是有志，请你把代志交代好清楚。陈东军，你即马当中客袂出代志无滴个，你就会使用公权力乌白来哦。叶先生，虽然讲伊毋是负责人啊，但毋过对这运作非常了解，你如果带转去问话就好。陈东军，你去死啊！江先生，麻烦你紧来查账。这狗放开，放开啊！你这狗爱叫，放开！梅儿，真久无看，多谢你拄则出手救我。好佳哉，有你斗相共，是讲咱遮拄好，你嘛来遮。我知影，自然最近有淡薄状况。我甲伊交情本就袂歹，所以想讲要伊恁两陪啊，看是毋是伊朋友的身份，甲伊靠近一下。真正就多谢你，亲人的话伊听袂入去，无得卡朋友的话伊愿意听。就干那囝，伊嘛听袂入去。志涵，你哦，较听话啦。你妈是为你好，伊若是无爱你，就袂这么要紧哩。你当无相信任何人，啊，不过你得相信你妈。艾伦，我比你更加了解阮妈，所以哦，你嘛免安尼苛刻我啦。
我无想要甲你争啊！我无想甲你争啊！啊，我只要靠袂落去啊！子涵，你妈承受失去你十八年的痛苦，恁真无干那重好。敢讲你要继续，伤你妈心。子涵，不管你有啥不满，会当用讲的嘛？就参照咱两姊妹安尼，好好讲话，安尼敢有真困难？子涵，好啦，我知啦。好啦，你先跟阿妈回去。你哦已经大汉啦，还靠不着生囡仔时，知无？你总算愿意听入去啊？那恁两母仔今日也莫讲冤家好无？不要，那呢？我先送伊母仔家回去，两天我才找时间好好甲你说道声。小寡代志啦，免客气。我老公，咱嘛是兄弟啦，刚一直要安尼，永远拢无爱有交叉啦。那呢？我就当作你答应了。演技袂歹哦，看你甲志翰两个配合阿姐尔好，甲陈东勋配甲玲珑些，总是对你个心里啦。刚才陈东俊真正关心志翰，有志翰伫个，你袂去怀疑啊。安尼我将利用陈东俊去找到咱需要线索，咱最后是要摸清楚陈东勋最后目的是啥，阿哥解密金钥的 USB。到底点么想求他？很惊呢，我也是贵客啊，啊，不是真有骨气。不要紧啊，关系化断就断啊，哪会雄雄出现在我的厝里？你莫甲我讲，你要来是我广告。咱两个人啊，即世人毋捌交过心嘛，也是讲你伫外口食着惊啊，才有你想起一直想天你的爸爸，所以才想要求我原谅你啊。你想想这啊，今日是陈委员邀请我来的，我若事先知影你嘛伫个，我应该会拒绝伊。嗯，你什么头壳？你我嫁出来呢？既然你知影你要到你爸这间厝内面啊，你就算准一定会拄到我。啊，那无啊？就是你离开我了后，这五年来啊，你的头壳退化去。你袂记得当时啊，你这个小鬼啊，要骗鬼用，咱搭来搭去，一段往事啊。他做会当，我真正希望会当放袂去。过你所做一挂，失格情人，反背兄弟，太郎帮的笨手袋。我来这几年，我心内最好干，再当减一点嘛。你要讲我头壳退化卖用啊？毕竟我脱离伊只鬼的控制，这几年来我的日子，才能过啊这么简单，这么单纯。我真满意我即卖我。嗯，所以你现在看到我，什么感觉？无感觉。啊，不过我看到你，我的感受真深啦。既然见到面啊，找无好话通好讲，
安尼你当走，无上。等等，你无需要特别封闭我。卡说会当，我真正无希望甲你有任何交差。啊，我既然我来啊，我直接给你呛面，请你转达杜光亮，叫卖用奥博来抢地，请你用合法的方法来处理。啊，若无你的行为，你要惨就偷会更快。你在跟我讲话，杜光亮伊私人的行为，你是在跟我讲安怎？伊毋是我饲的，你若要问啊，你应该去问伊主人。是讲嘛奇怪啦，杜光亮这两天真正拢无消无息的，连个客囝嘛毋知伊人伫倒。哦，对，昨四位毛公，这杜君啊哦，未输敢若人间蒸发咁快。已经失去联络两天啦，伊即反对这客白，我听听也毛道理啊。毕竟这杜君啊哦，人足畅销，无可能安尼无代无志人就无去啊。除非已经被消失。难道，那是今麦要找杜光亮要靠关录音？你提早甲我讲哦。你这句的意思是，杜光亮是我藏起来，我是安怎安尼做？光电的利润这么大，像这样你们是不是在小抢？才会安尼互相搞来搞去啊？你这个人啊，你哪有才调啊？在桌顶哦，给人请你吃饭啊，然后在桌下搁讲人的尻川后话啊。因为我唔是咧扛不住无志啊。家风有甲我讲，伊看杜光亮去找你，伊的态度放啊真低，唔知拜托你什么代志。而且还搁好心警告你，啊你小心杜光亮。话题我即马真确定，你最近甲杜光亮一直有咧接触。罗家风伊讲的。是杜君啊，伊要来找我累积。伊的光亮医美和朱晴天母一空有偌大空，你家己嘛知影。洪乐令停业半年啊啦，你也算伊的生活较好过。伊是西装现领，厝内吊顶。敢有影这么简单？杜光亮呢，真正需要周转，也当找舞蹈还是板凳。伊两个凊彩，手骨拢比你较粗。刚说找伊斗相共，等等，除非是恁表面上无交差，啊，不过私底下煞一直来信通话过。哇，原来恁私底下还佮有阮高中唔知影的利益输送哦。这讲话歹听的，叫做暗杠。不用跟我认啊，老实交代，一定会感觉冤枉啊。现在是怎样？您一个一个当作我秘书是犯人同款在审问我，秘书您亲眼就看到我杜君啊处理掉同款。我跟您讲，杜君啊，我根本无来看在眼内，就算我今仔要抓一个人来认清犯，我嘛无可能会处理，唔通抓准家己真牛啦，我啦乌白乱用。哎，说出去了，甲恁讲较济啊，恁嘛唔捌啊。夫君，等下我有一个酒摊，我做来。招待啊！啊，无什么酒摊，一定要我去啊。那半夜去也甲恁输了，飞机都去者，对你有好无歹？